英笔试考得如何？对，要不要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好玩的题目？对，其实我还蛮好奇那些笔试的题目会考什么，感觉一凉掉了。OK， 哇，那我是不是应该提？好小声，感谢哎呀，好生气的第25个月续订，对，感觉变成第34个月续订，台服即时又要增加了，会，又要增加了，对不对？会，又要开工了是吗？还是会计或银票据法，我觉得国文英文大部分人都听，对不对？应该说大部分人都考过国文跟英文吧，对不对？那国文英文的考试只有分很简单的国文英文、比较难的国文英文、很难的国文英文，所以到最后还是国文英文，所以我还是对后面那个比较有兴趣。对，什么是会计或银票据法？我是来。Hello，Hello。走吧，这周。有没有人也很期待下礼拜的巴龙的？对，有巴龙才有关卡可以玩啊！像现在的南纳跟昌碧的炮击队，对，我就没什么兴趣。可是巴龙那个就可以衍生出很多很多组队上的玩法。15 Pro， 有人有买？哎，等下是有人有订15 Pro 吗？对，我应该是暂时不会换啦，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何者中有错字？这是比较难的国文的部分吗？我跟你讲，一跟四是对的吧？我想一下啊、哦，哎。干吉吉盈盈是那个吉吉跟盈盈吗？对，来聊天室，我们来写一下国文试题。我猜，我觉得是三，我觉得那个吉吉盈盈看起来没有那个怎么说，那个字形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吗？我觉得一四是对的啦。对，二三选一个，我选三了。答对的是三，哇，太神了！对，不然正确答案的吉吉盈盈是哪两个字？我感觉这种题目应该是，对，这种题目应该是那种什么大学学测会碰到的哦，是那个盈盈哦 ，OK。推了快八万，八买什么？你是买 iPhone 15 Pro Max 加 1TB 加那个什么？是不是一些奇怪的加购？八万 ，OK， 两只，为什么需要两只 iPhone 15啊？天哪！安，好想要玩巴龙，怎么办？对，梁医师觉得巴龙解放做的如何？等下，我觉得巴龙是重头戏，我们先别谈。你们觉得其他三只觉得如何？其他三只什么巫波、伊波跟阿特拉克，对不对？对，我觉得其他三只怎么说？除了伊波，对伊波其实正常一点，因为首先第一，他技能没有偏离他那个范畴；第二个就是说他这种解锁
解锁加超强的增伤，其实对，总之有它的用处。可是另外两只就比较没什么那个，没什么 feel， 你懂我意思吧？不是啊，哎、欸，给一波给一点面子可以吗？何者跟其他应用词不相同？三吗？会选三是因为一二四其实蛮，就是怎么说，蛮常看见在同一个用途上用到，是三吗？三那个神勇压根没看过好吗？三那个神勇根本没看过，感觉穿越第三十四个月续订。三这个成语是什么、啊？这个是念弩之类的吗？我看一下，OK， 感谢小飞的第三十四个月续订。Release recollection dinchdo， 也能赶上聪明人，你们是丢同一个浏览器在查是不是？还是我也来查一下？对，偷查课本，安。不过他说的没错啊，对不对？多努力，多走几步路啊。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十点钟来看 G N N 呢。初见安安你好，您是第一次来是吗？那您就要开始习惯本台台主常常会怎么说？九点135分开台。哦，11点啊，对，我相信梁医师各位应该都习惯台主。有时候9点135分，有时候9点45分，哦，有时候9点75分。对，感谢资深萌新第32个月回台续订 ，OK OK。回台续订。对，9点135分是几点啊？所以好像也太久了。没有吧？不是吧？9点135分是十？哎，10点11点？没有吧？是11点15吧？135分是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加15啊。对，你别忘9点之前还要先跑一个60分钟啊。对，9点59，对，要10点这种感觉。也是没错，很快就习惯了。反正礼拜天上来会浮上水面一下啦，所以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礼拜天，怎么说？礼拜天抓紧时间work。那个是台主哇，太感动了。对，这边很多老观众，大家是9点，你看，哈，好、被我抓到。也是新观众，安。对，有些名字很常出现的时候，我是新观众，对，等一下一个反手把你们全 ban 了，对 ，ban 了之后换一个新账号，对，又是新观众。为什么公干共玩？公干共玩？公干共玩？哦，你说还在吧？还在吧？在这里啊！对，老师想说什么 ？You look prettier in the in person than in the picture. These photos didn't do you. 反正不会是 harm， 也不是 fantasy 啊。Do you justice 那个感觉比较。感觉是 good， 有没有可能是 good？ 因为有 dual justice 这种用法，可是感觉不是用在这边的。迷宫打完了没有？在第一层，我还在跟狗头人的领主奋斗。对，感觉还算比较便宜，26个月续订。屁股都没有 GNN 台了，有没有懒人？我们等一下11点会来看一下。刷一倍色我还没有打，可是就是怎么说，应该是我板块很多，因为我有刷双周，我有刷地狱，所以我板块，然后每天的那个补给，我有事没事就领一下，所以我板块蛮多，可是我还没开始拼。
第五场要位置啊，聊天室有没有要报名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字啊见面会啊？对，什么字啊见面会？因为上一次被苏拉嘛，还是苏拉的下一个？对，推到那个延后了哦，所以变成说他们现在的举办在十月七八九吧？对，国庆连假我看一下，对，六日一哦，然后我会出席第一天跟第三天，也就是礼拜六跟礼拜一啦。那聊天室有没有报名的？对，如果有兴趣的话，来一下台北的，对，台北的那个见面会啊，对，那是他的，那是他的 job，OK、okay。对，听说也许 maybe 可能第五场还有位置哦，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也不是早上啊，十一点到三点左右，对，还有位置哦，聊天室有兴趣的话去报名一下啦，马来西亚算不算？其实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如果有参与过上一次的见面会的话，会知道我们见面会对都会有一些什么，像之前那个台中还是高雄，对，会有一些当场会公布的一些彩蛋哦。那不因为上一次被推迟，导致那些彩蛋现在你们也看到了，就是巴龙那些，啊，没有让大家提早知道，蛮可惜的，哭哭。啊，伊贝斯这个漏洞是什么啊？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吗？啊，好像是，我好像有听说是什么？你到一个伊贝斯的前面，你可以一路，你可以一直打，是不是？对，同打，欸，同一个格子，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我们这边现在刷一下维兰瑟，那维兰瑟我上一辈讲过啦。对，维兰瑟上一辈讲，它是一张很酷、很酷、很有战术价值的卡片。哦，那你要问我说他可以放哪一队，我暂时也不知道啦。可是他怎么说可以在速刷上面，或是在一些队伍上面做到卡板面的功用，所以review 的 reviewing， 反正应该是怎么说？这个，你知道我刚刚很仔细在想说这几个字念什么不同，就发现是考那个现在式跟过去式之类的。我以前就不想讲这种东西了，我想一下，应该我觉得应该对，我觉得应该是 reviewing for three times， 反正不是三就是四啦。对，因为这个语法虽然说它是已经 review 过，就是已经翻过的，然后它那个这篇论文这个主旨，它才 finally got accepted， 就是才被接受，才被大众所接受。可是虽然说是过去才那个的，可是在当下模拟那个好像可以用现在式，我三或四啦。等到有人说答案是四吧，我改错记得了。对啊，没有，因为老谢最近去考试啊，然后他说他有一些很好玩的题目啊。哦，只要在最短的就不会被 clear， 真的假的？这么酷？哦，答案就是吗？对，这是什么台组智力检定？如果台组答不出这一题，他就不看台这样。我不知道，距离我上一次写到这方面的东西已经是好久以前。我现在都是凭直觉打，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特别去，我已经好久没有念这方面的东西了。那我刚刚开始讲的话，先存下 EP。也还是聊天室的各位，就是说，哎，如果这个台主等一下答不出这一题，对，不看了，不看了。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去，就是啊，特别去学过那个国文或是英文。我小时候你们高中的时候不是常常考那个吗？考那个什么中文检定还是英文？为什么不神创？因为我神创，怎么说神创？哎，我神创满了。不是，我刚刚开错技能，我这边本来是要开神创，然后存两 EP， 可是我刚刚前关不小心开到，所以我刚刚存 EP。对，所以可是我神创现在满了，我就可以开了。不是啊，我这边本来就是要开神创，这个是那个谁凶巴巴的剧本。可是我因为前关不小心开到，我太专心在分析那个英文谜题。对，但是有没有人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考过那个什么中检还是英检？那不是学校都会叫你考的吗？对，但是有没有人考过？我英检，
我忘记多少了，可是我中检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也不知道高级是多高级啦。对，好，反正最高只到高级而已。没考过，真的假的？我以为是国中都会叫你考哎、欸。看组织编导员觉得哦，了解。对，太老了，太老了。以前应该是学过，我觉得没及格过，真的假的？怎么样？也不是没用啊，就感觉这东西就只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多是有多少斤两这种感觉。而这属于货币市场工具。What's this？ 台积电股票。完了，你看这个我就可能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来，梁医师，有请有什么经济学大佬带我飞？啊，干！等一下，我太专心在看那个。完啦！谢谢各位，再一次，安安安安。不是啊，分心了。对，冠杰，要不要打一下上面那个老谢的题目？什么货币市场的？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不是，刚刚那边真的是，这、就是怎么说？心有杂念哦。哦，心有杂念，人就老了。七大最是不能讲，七大最有一点点老了，不都说？对，跟我一样。对，其他这个第一集连这个第一关的那个怎么说都扛不住啦，对，就压力比较大。对，不过我不知道，哎、欸，等下第一关有五次减伤吗？班有没有觉得去熬过啊？对，这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金恩跟美团应该是比较吃紧的那种。有没有消失？就是什么以下何者是什么市场货币之类的？为什么要打死？没有啊，那王冠是二十五、五十、一百啊，对，它是二十五、五十、一百的那个固定扣血啊。而且我刚主角有十康吗？他那个 CD 有，对，算了，再打一次就好了。要不巴龙哪个阶段？干，其实我觉得怎么说？我觉得巴龙还蛮做的蛮意外的，老实讲，就那个强度，虽然说他不可能跟当初一样，永远经历过巴龙那个时期的。也包括那个时期，就是我不管怎么样，我先开一个巴龙进去，对不对？有意不对，那是官方的问题。那个时候就是强到，就有点像以谭氏的说法，大概就是什么新人之乱这种感觉，就是什么时候出什么问题，我先怪官方这种感觉，带这种感觉了。对，那当然现在的巴龙不可能那种宰智力，因为那个什么关卡跟时代在变，懂我意思吗？可是我觉得他能做出这样的机体，我觉得还是蛮意外的啦。对，是真的有强度，还有那个是真的有强度，然后机体也有到，然后也算是怎么说，也算是可以适应现代关卡。那如果你跟我说巴龙今天要打一不断怎么办？那我还是直接算了。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巴龙啊。我们先等到十一点。喂。导致资金轮很没有巴龙的玩法，应该说巴龙，如果你今天要问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巴龙的那个打官的取向应该偏向就是那个什么疯狂，哎、欸，对，你要讲的就是美回固板，哎、欸，蔷薇算是美回固板流吗？蔷薇那个是半板吧，哎、欸，巴龙那个是全板，不太一样，而且蔷薇是只有新珠，对，不然就是你得组一堆妖花，然后用那个芙蓉去特调，可是巴龙是自己队伍原生就是左右一直轮流开，然后根据中间那个。懂我意思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刚刚说到一半，就是巴龙在速刷上或是在打关卡要舒适的前提，我觉得是根据队伍成员，然后一直固板，一直固板，一直固板。因为现在巴龙有一个，左右开弓，他左右可以连开，你们知道吗？很酷。我觉得左右开弓应该算是这一次比较意外的，也原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给。啊！不要说话，不要说话。那我就这样。欸、你们觉得这个火山十字如何？
对，火山石之路，我觉得这种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啊，这种绑特定卡片的技能不太喜欢。老实讲，不管特定卡片有的数量是多还是少，我觉得都不太喜欢。对，因为想想看，你解锁富乡何尝不是绑一种特定卡片？可是解锁富乡满地都是啊。对，除了之前有个种族以外，所以绑特定卡片的技能我都没有到很，就没有到很喜欢。可是像这种就是比较绝一点，你知道这游戏有分就是三种绑特定卡片的技能，一种就是最底层，我刚刚说的解锁富乡。对，这种非常理论上大家都有，对，或是绑什么曙光，哎，怎么说也不是曙光，对，应该说绑，可能一些状态，像状态盾，我们不讲什么状态，我们讲状态盾，懂我意思吗？对，有些每个种族每个属性都有一个自己的状态，那我们先不讲什么10%100%这种比较极端的，对，假设今天对面只是像状态盾，像那个什么孪生悲歌、王一那个状态盾，那这种东西是不是绑一种特别卡片？几乎啦，对，有些人可能内建有那个。有控制技能，可是大部分都是要带一张特别卡片，这是最底层的。对，那这种我觉得普通，因为大家都有，而且很多。可是像第二，然后附加盾，人家这样讲也是，对，就是附加盾。然后第二个就是像这次的主角这种，对，或者像之前有出过一个什么全版血域之类的，像主角这种，就是你违建类型的技能，99%都在人类那边，你知道吗？剩下的龙类一张嘛，还有谁有一张？神族一张，神族1.5张啊，如果这样讲哈，然后剩下就没有人有了。对，像这种就是已经是极端，虽然说它的数量很多，可是太集中在某个种族，对，导致有一些以纯属取向的队长不方便。对，你看像妖精就没有啊，我也90%还好，他只要能给你输出的环境，我觉得现在这个伤害你可以把它视成一种就是伤害检定啊。对，如果我今天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带个好几倍增伤，我把它干过去也 OK 啊。也反正我们现在打的关卡都把是一拳一个小朋友。对，只要他有给你，就算是威压99、冰冻99，只要有1%存在，你就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算是伤害检定，你把对面想象成100就好了。对，这倒是蛮普通的。对，那最后一种就是只绑一张卡片，那就是目前只出现过一次嘛，对不对？就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全世界都知道那关嘛，光弹之路嘛。那个时候是你没有这张卡，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就是这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后日谈。对，很久以前有一个东西叫无意之路，哦。那关你没有光弹这张卡片，你就不可能过，对，你就不可能过。这就是最绑卡片的最顶尖值，只有一张哦，全神魔只有一张可以过。而且那关也不是什么简单到你可以把副队长放光弹可以过，除非你是狮王队。啊，所以现在大部分神魔的盾都集中在，应该是也不常出现，可是就是每次你出现，你就觉得说，对，又是谁在那个谁在搞乱？像是这个三火石之盾就属于一个、啊，对，那像魔族其实也没有违建，可是那个什么魔族有三吕布，但是三吕布不是一个，就是你可以一直出这种盾，然后你一天到晚用三吕布解的那个借口，你知道吗？总有一天三吕布会出到问题。像有一些比较老的魔族队长，这次不能带三吕布，对，因为这毕竟也是个地狱级，他在尾王的最后一条血，就不能带三吕布了。对，那难保之后如果有更强更击败的关卡，然后又有一个东西让你三吕，又有一个东西让你违建，对，这时候三吕布就不管用了。对，三吕布只是他一，怎么说？三吕布没有解决问题，他只能那个。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如果他真的要出这个鬼东西的话，可以先把要求的东西至少每个族补一个嘛。还记得以前那个什么，以前的光队光北欧遇到什么水攻盾还是木攻盾，然后就啊，我的眼睛，简直很讨厌啊！现在还记得你说无意之路啊，这个是老生常谈啊。不要求能量龙克能力吧，好像是吧？之前都是要求好像50，应该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像圣斗士星矢，还有那个什么，好像只有星矢，我不知道。我有点问题，猎人是多少？像星矢里面，像紫龙吧，紫龙那个能力不是什么解除石化什么鬼的吗？冰河不是什么解除冰冻什么鬼的吗？他那个好像是一半还是80%就够了，然后他没要求你续满，那个好笑。也不过这个是完全无中生有，直接把它敲碎，我觉得蛮酷的。好，所以三十盾这种东西，出得好，下次不要再出了。哦，这一百哦，它是消耗50，是不是？它是要满，然后消耗一半，是吗？它是要先过一个先决条件，是消耗50。OK。
明慧，明慧一摆就很故意啊，就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是吗？对啊，所以说这种绑一张绑非常非常稀少，而且有些人缺的卡片的技能，真的是不用一天到晚一天到晚有事没事冒出来、啊，真的。要冒出来，请你在怎么说？请你在那种就是预设队伍，对我来，我们不用组队，直接来官方的算。而且我觉得，你知道，我觉得这个最好笑的东西是什么？最好笑的东西是它是火三十字，可是除了火族以外的主角是做不出火，是没办法在上面找到火族，你知道吗？对，就变成说你一定要拿六星的主角，那你应该说拿原本的主角，而不是异转主角，就觉得很好笑。就是我好不容易那个什么，好不容易异转了，结果半天我其他属性我还是得带原本的，不然你没办法那个。对，除非你底下多少二十颗火族，救命！也会给官资，当然官方也是啊。应该说，如果有官资的话，因为我们也不会要求说什么东西都要能过。可是我觉得，如果有官资的话，很多人在乎的是我们今天进去第一会是被引导嘛。那个时候官方没有给，应该说我觉得官方好像也没有特别把这个当地狱级，就是他只是那个什么，他只是挂一个地狱级的标签，也是官方可能就忘记了。对，可是你想想，如果今天有官资的话，有些人可能就知道说，我知道带主角这种感觉。那就是有人过把有阿孙策，孙策是第一次吗？有特哥啦，特哥我打的，这个我有印象。旧王冠硬刚是吧？特哥是那个年代的吧？对，孙策后来也有过啊。应该说有些队伍是你想带也不能带啊。那好啦，差不多了，我们可以开始看巨人了啦。我找一下。母母主线当初没给你说二十五个母母主线，我想母母主线，你说那个什么五个核心的吗？五个曙光盾，我觉得你关键官方单纯应该只是懒得去做那个图，笑死。好啦，我们再来看一下啦。宇宙序章将于下周开放潜能解放，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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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好啦，那我们先跳过巴龙了，巴龙很多东西要讲，我们先看下面的。首先第一个是巫波啦，巫波发动之前跟回合结束时完全恢复生命力哦，然后水属性跟龙类攻成员攻击两倍，手下全部水哦，攻击天是 2.5 倍，触碰水的时候解除噗，然后若队长为宇宙勋章成员，移动符是触碰的噗，然后并转化为水龙族强化族，对，没什么特别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一波哈，一波其实是有说法，你知道吗？一波那个什么解除队长战友及宇宙勋章成员被封锁技能，所以它是首先第一个它是版本。我们最喜欢讲版本专属的解锁、哦、不过队长战友加上他自己，对，其实某方面来讲，这个范围是可以还不错，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将队长战友扶持转化为该成员的属性种族扶持，同时投尾三倍，然后 CE 五，哦，这个东西在魔族或是一些可以放在队伍里面，其实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增伤。像宇宙序章里面，如果你今天有像道罗斯嘛，道罗斯其实大部分时间也是开头与道罗斯在打伤害的，对，你们还记得以前道罗斯两种玩法，一种是带日月狼，哦，集中日月狼打伤害。哦，一种是你投影到的时候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哦，所以看到到，然后眼球也是，眼球有一个共鸣最高机制的那个队伍技，有没有记得？哦，所以，对啊，看你看巴龙，如果你今天你不带暗龙使的话，对巴龙投尾你也是可以是，你是可以有一点击伤的效益。所以我觉得一波这个技能是有说法，可是暂时宇宙队还没有成型。对，因为宇宙现在才出四只嘛，所以，对，所以这个圈大概 1.5 张卡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蜘蛛哈、哦，蜘蛛，对，好，就这样。没什么特别，它原版的技能好像什么，什么暗符石效果提升多少趴之类的，反正就不是一个很存在感技能，不用理它。啊，接下来是我们的新的蝗虫哈，点燃敌方全体送一枪目标转移护盾持续一回合，然后武士燃烧龙族成员最大两次，以弓前炮击或攻击伤害击毙敌人回合结束自身是1-2哈。那这招的重点在于没有任何牵制条件的龙族成员最大两次。哦，大概这样，然后还带一个减 CD， 但龙族其实蛮多减 CD 的队伍技能啊，所以可以看看，因为你知道龙族如果今天要打多下盾的话，只有什么像恐龙王，对，或是苍壁每回合多一下之类的，那蝗虫可以打两下啦，所以还不错，而且它是一张免费卡。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英奇多引爆左三直行的位置掉到固定数量级位置的光跟暗强化神族蛛哈，如果队伍中有老妈哦，改为移除，其实这算是蛮稀有的，因为现在你能有移除的卡片大部分都是黑金卡。只有那种规格高到吓死人的东西的普通非黑金卡才有可能出移除。对，举例来说，像是上面那张解放的一趴大奖创世神等级，或是我们的
合作一趴大奖，而且只移出左右纸牌这种感觉。哦，所以现在能抽到移出，我觉得还是蛮意外的。哦，然后人跟神族专员攻击两边不是弓前盾，然后他们老爸老妈有一个很酷的那个互动，就是有没有玩过星矢？星矢里面有一个睡神，欸，是死神跟睡神嘛？对，这两个技能就是左右互点了，带这种感觉。不过老爸老妈比较尴尬的地方是，他们两个首先第一个他们的属性不同，第二个是他们的那个本身的技能其实不太长，就是怎么说？他不是那种常驻很泛用的那种，他们就等他破盾，因为老爸的技能是追一次无属性嘛，老爸的技能是无视弓前盾，对，而且你队伍中放这两只的话，就变成说，那就看看啦。不过我觉得有这个互动是还蛮好的，对，而且他这个还有那个定板哦，所以如果你今天队伍可以允许的话，对，左右连点那种感觉，那属性种的不同其实是比较冲突的地方了，对，不过他放一个这个很酷的队伍技能，就是一直左右连开就很帅，哦，大概在。啊，接下来是很酷的武装龙克消失人之符，这个其实就是很久以前那个什么，不是吗？对，上一次那个，上一次那个什么，境外探索就有给一个，哦，背包里面不是一大堆吗？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好，大概这样。好，那我们可以来看巴龙啦。对，老爸跟那个老爸老妈的组合技，然后一波跟蝗虫，我觉得都有说法。可是接下来就是轮到我们今天中的技，就巴龙了。那巴龙以前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应该不知道。那巴龙以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强势，应该说宇宙序章。宇宙序章那时候一出的时候，算是颠覆那个时候的强度。哦，那个时候宇宙序章的那个什么平砍就可以到千万，就巴龙开暗龙死了，也不是说平砍，也可以到千万，而且很好操控，而且血量很多。那个时候队伍血量平均在两三万左右，就有些背血人类队之类的。那巴龙这个队伍到了那个队伍组一组都是四五六万起跳的，哦，反正就很肥。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巴龙的那个什么。有经常捡 CD， 那个时候有经常捡 CD 的队伍本身偏少，可是巴龙经常点个暗龙石就直接往前冲了，懂我意思吗？好，那我首先看巴龙。巴龙在神魔的那个故事里面是一个毁灭的创世神之类，叭叭叭叭叭，反正就强度顶标了，这样想就知道。哦，宇宙巨章跟龙类成员攻击力十倍，跟生命力四倍，每手臂像是一组符石。哦，宇宙巨章跟龙类成员直行掉落，该成员属性种族全要符石。哦，就是个掉落武力，有新明版，恭喜你。哦，那。消除宇宙序章成员属性符石数量越多，哦，全身攻击额提升越多，消除15力可打就是要10倍，每消除一粒种族符石可能要一康，就增加5康。哦，那其他我们先不提啦，这应该是怎么说？龙类龙队一个蛮优秀的大腿的。哦，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讲过一个问题，就是龙队现在虽然不算强势，可是它更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什么大腿可以抱。哦，你看像人类神族大腿多少我们不用讲了，像魔族嘛，魔族有些人会抱，欸，单队长有些人会抱卡蜜拉，有些人会抱拿破仑。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带下一个，反正就是一些奇怪的妖精也是，妖精有些人可以配妲己，有些人可以配仙女，有些人可以配像最新的那张崭新那张木妖精那张。那龙族的大腿，其实你找来找去就那几张，而且也没有到很强，都偏旧了，应该这样讲。对，像最近能找到大腿，像我想一下啊，对，想不太到科魂之类的吗？哦，还有青龟，对啊，青龟，所以这怎么说？巴龙首先第一个最强的地方，它是一个龙族非常非常强势的大腿，它龙类。什么龙类100倍攻加4倍血，哦，然后还会掉珠跟加康，掉5颗珠子跟5康，而且它是每一个龙族成员池上都会掉珠，哦，所以 这以大腿来讲，其实是已经现在是数一数二强的，你不觉得吗？对不对？以现在龙队的那个，应该是以全环境来讲啊，对我甚至觉得巴龙这个对讲技，你去给其他属性带大腿都非常非常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巴龙自己机体的部分，哦，首先队伍技能闭眼5秒，哦，宇宙序章跟龙类成员技能是1-4。暗属性龙类成员这样是1-6，那这两个东西如果玩过拿破仑的话，就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互叠加，所以你暗属性的龙类这样其实是会吃到这个减4效果，等于说减10这种感觉。哦，然后宇宙序章成员属性符值兼具所有属性符值效果。哦，然后龙类成员属性符值提高100%。好，哦，然后接下来无视燃烧粘符这个基本款，每手臂消除武力符值喷1亿。哦，然后所有伤害的1%转为我方生命力。那是先讲这个啦，这个东西是巴龙的一个特色，不过现在你要用这个来补血，其实不太实际。说的，首先第一个，你的血量已经是五六七十万在跳了。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喷，假设我每回都固反嘛，对，三十颗喷多少6亿？对，我6亿可能还没办法铺防。像我找一下，像上次的最近的地狱级好了。你这边找得到吗？找得到那个啊？找得到，在这里。对，这关有几个东西可以破防？对，7000都是偏千万起跳的。就已经很勉强，可是因为你今天打到像毛场经验那种关卡，好像整关只有一关能破防，
对，包括今天整个那个防御就偏高。哦，所以这东西算一个甜头啦，我觉得你以你的血量跟它的输出来讲，这个东西就是你把它当成破影针盾还比较实际。好，然后接下来是以攻击破击或攻击伤害击毙敌人时完全回复生命力，主要补血是靠这个。然后巴龙这张卡片 C 减一，哦，消除实力，哎，给无视防御吗？哦 ，OK， 原来这样给无视防御，哦，那我没有注意到 ，Pacy 有破防嘞，哈，OK， 了解，好，那当初我刚刚没说，笑死，也团长梦魇，我记得我之前去看过。他每一关的防御就像是个八亿啊，十五亿。那现在给无视防御好像就可以吸了啦。OK， 拍死。那我刚刚没有看清楚。好，然后这边往下看，消除实力宇宙勋章成员属性腐蚀，龙类成员跟宇宙勋章无视凡是只要腐蚀盾哦。然后宇宙勋章跟龙类成员不受休眠剂的影响，长时间不受碎裂影响。那我觉得其实蛮酷的，因为毕竟巴龙本身就是对，就是哇强无敌这种感觉。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一个创世神等级的被碎了。对，然后巴龙自己本身也是那个，就是毁灭啊，毁灭之神之类，所以你看，哇，对，版面我自己来设计，不能设计这种感觉，所以还算有一点那个啦，设计感在。那最酷的就是现在这个以巴龙做队长哈，注意这是单队长，所以如果有些人没有什么克洛伊啊，或是零一之类的，对，获得破坏之力，击碎龙脉以瞬间10%，好，然后瞬间进入十回亢奋状态，十回之内队伍成员不会被锁记，并且逐日进行100%。赵旭是用纸张喷死，不会回血。剩下说解放的是用赵旭术。你说弓前炮击，不是有这个吗？弓前炮击或攻击伤害击毙敌人回满血。对，被碎的帮我修不好，这也是一个。好，这个龙坑能力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以虐菜关啦，就像工会任务或者一些比较奇怪的小关卡。好，有些人会需要一些进场全检，像之前最多人就喜欢用的凯撒，对，或者到之后的克洛伊，对，或者之后的零一，对，然后巴龙你可以拿来就是当然加点用一下。而且他这个是不怕进场重置的减 CD， 你可以直接敲碎。弓前炮击是转之后的弓旗前直上哦，你说像那个什么，像哥吉拉那种？其实这个东西跟哥吉拉，其实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不太清楚这一系列的判定，这些东西新出之后可能要有研究人才知道哈、哦。如果用这个把敌人喷死不会补血，那我觉得也是挺强的啦。也被笑说，因为我好像之前有看过有人在讲这个问题。对，原本七星八龙好，原本的六星八龙好像就有差不多这个判定的问题，那种的。对，但是这个部分我不太清楚，所以可能还是要等实战之后才知道。好，大家这样，然后接下来是八龙主动技能。那八龙主动技能其实是怎么说？哦，很意外的强啦。虽然说它没有它本身的规格，大概就是围绕在炸板跟吊板之类，给它补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接下来是首先第一个。引爆所有腐蚀，宇宙勋章跟龙族成员纸张掉了该成员的属性、种族、强化腐蚀哦，这个数量效益非常非常可观。那更强的部分是，它有一个其他成员纸张掉了新强化族。哦，这个东西本身首先第一个啦，你其他成员可以掉族了哈、哦。以前如果有在巴龙里面放像什么那个眼球啊，或是有些人会放木玩具啊，就是巴龙硬要去打那个异补盾之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边炸下来空两行哦，很奇怪。这样现在全版都那边有，越来越多。好、哦，第二个就是你可以解到跟新族盾相关的技能。哦、或是像现在很常出现什么五组同五组不同、哦，所以这部分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上修了。啊、接下来是如果队长为宇宙勋章成员，上次效果改为移除，哦、全版移除啊，对，就像我刚刚讲的，大部分的移除都是在黑金卡上。那你要说这张黑金也是说得过去啊。可是对这张版本的一趴有移除已经很厉害了。哦、然后接下来是宇宙勋章跟龙族成员无视拼图盾哈，龙、哦、族的成员的龙族无视拼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诟病的地方哈，那现在终于在了，终于有一个够强的哦。然后接下来有一个队伍中只有宇宙勋章跟龙类成员说，龙类成员进入一回合暴击伤害真的是1-2。好，那暴击伤害其实就是两倍，所以其实不用想太多。那暴击伤害比较特别，是它可以跟亢奋共存，可是它好像听说是不能盖疲惫。对，它可以跟亢奋共存，它不能盖疲惫，大概这样。好，那看完巴龙以上的那个怎么说？以上的那个之后，我们就来解析稍微讲一下巴龙。那巴龙，我觉得这个队长主要还是以。其实好像很多人说不需要暗龙石，也不需要绑暗龙石这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巴龙主要的玩法应该还是以暗龙石，这是在速刷部分啊，速刷打关卡这种轻松的部分。因为你知道暗龙石本身除了省打点以外，它也是一个暗属性的龙类哦。因为我们毕竟要降，当机 ，Hello， 哦，要降暗珠这种东西啊。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暗龙石是还它自己有带一个破盾。Hello， 你们听得到我声音吗？好久没电，等一下，搞不懂，我不能往下滚，等我一下，我重新来点。我好像没电啊！重一下。
哦，反正那我们现在就用讲了，反正大部分资金都在荧幕上了。哦，就是暗龙石自己内建一个破根是破工钱，所以怎么说？我觉得暗龙石还是可以带着啦。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我刚刚讲到树梢部分，那树梢部分八龙的那个第五技有一个击毙敌人减一，然后八龙自己的主动技能开下去之后会减二。好，然后再加上平常直接路过的一回合，变成说你八龙今天开完之后会变成 CD 二。好，然后你今天再开另外一只八龙。然后再击毙敌人的话，他再减二，哦，这样八龙又跳，所以等于说头尾八龙可以无限跳，大概这样。哦，所以八龙本身的玩法，我觉得就在树上部分就是头尾疯狂开头尾中间，然后靠中间的队友去调整那个炸下来的版面。八龙中午十二点没错，明天中午十二点要跟你说晚安吗？下礼拜上考驾照 ，OK？ 祝北极熊不要撞到考场内无辜的三角锥哦。也不用紧张啊，驾照我也是什么事情都，哎，怎么说？驾照我也是放心平气和。先去开车，然后还想跟监考官聊天，结果监考官不理我，然后就过了，哦，这不用担心。好，然后八龙的机体部分，其实它有武士燃烧粘附，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哦，现在的关卡，哎，怎么现在武士大部分都取一个啊？对，那两个同是武士，然后八龙有一些有自己的间距，还有技能减 CD， 然后还有破盾，然后破盾主要是以反手交盾跟他主动技能给的拼图盾为主，哦，大概这样。那龙类成员其实有一些。有一些还不错的破盾角，像刚刚讲到暗龙石、哦、然后像龙类成员也有自己的违建、啊、那虽然说我觉得之后还是不要出三国十字，可是他有自己违建之类。然后如果你今天碰到诶近暗族，因为八龙本身还主要的攻击输出还是怎么还是跟暗族挂钩，因为毕竟你头有暗族，你近暗族的话，你那个暗族被防住哦，康数跟足量衰就会差很多哦，所以他有自己专用的那个，像基层这种带倍率的，或者其他龙族的界那个界王权哦，像道罗斯嘛，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道罗斯。因为有打平吗？之前有一个槽点是说，如果你今天带非暗龙的，反而打出来比暗龙的东西痛。对，可是我觉得暗龙死的主要效益还是拿来就是做一个什么急伤加上破盾的功用了。对，那当然平常你不带暗龙死也是 OK。可是我说你今天要打速刷，想要关卡打舒服一点，对，那我觉得暗龙死在里面没什么不好了，这种感觉。对，像这个月的月食我已经拟好剧本了，就是暗龙死加进一场超技加苍壁加恐龙王。好、哦，这四只，对，暗龙石带着除了破盾以外，它还可以就是压低那个打点，好、哦，压缩。然后这个时候我把三个暗龙摆在一起，哦、然后开八龙，它就只会掉一坨，这种感觉，对、啊、你要说拔卡一定把暗龙石也是没错啦，那毕竟拔卡只能一个平台不会挑战嘛，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对，可是现在的八龙的确是没有硬需要把暗龙石，因为它本身有坚强，它本身可以转型成宇宙队，哦，它可以，它队伍中的宇宙成员跟龙族都会掉珠。那你要问我说，我觉得八龙强吗？我觉得其实以版本自家1%来讲，它强度已经给到非常非常高了。因为我们不太可能拿去跟黑金比嘛。你看那个八龙跟那个01比，应该又来了。对，啊，八龙跟那个合作比，新爆汽油城。对，我觉得八龙在版本1%解放是已经给的非常非常不错了，而且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定位，玩起来有它自己的那个玩法，这种感觉。哎，速刷也用得到，对不对？这种感觉。而且说真的，八龙那个主动技能，哎，八龙那个主动技能本身就已经是。那个炸板的情况下，我觉得官方也可以生出一个减 CD 加破拼图加炸还补新珠下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意外。对，就是哇，还改成可以这样，这种感觉、啊。解放者变形，有人说变成像一个宝贝球，就是就变成一坨啦，然后这也是没办法。不过真的要讲，我觉得这系列卡图我给蜘蛛一票，给阿特拉克。好久有电没？有了，可以动，可以动，可以动了。哦，你们不觉得蜘蛛才真的有这种就是克苏鲁风格吗？这多帅啊！天哪、啊，后面还有个眼球。哦，有没有玩过那种 RPG game？ 对，那个眼球肯定是它弱点，可是眼球一开始打不到。对，你要先把四只脚砍断，然后那蜘蛛就会啊，然后那眼球就掉下来。对，牌子玩太多了，没变很多。你说八龙的卡图吗？还是八龙的那个玩法机体部分？是没错，你知道八龙头就是这个嘛？我跟你讲，一天到晚有人就说八龙那个头到底在哪，眼睛到底在哪里？对，现在不是看得挺明显的吗？那大家这样，那聊天是对八龙的解放满意吗？还是有什么想法的？对，我自己觉得蛮期待的啊，不得不说。对，反正就算你今天不玩八龙队长，我觉得他补到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盲点，一个是龙族的大腿，就是副队长，因为现在单队长一堆人，尤其是接下来出暗龙黑金哦。另外一个是龙族的主动强势的主动技能再加一嘛，就是破拼图加上全版的数量效益，加上增伤之类的。对，不管今天玩不玩八龙队，他补到他一定有补到这两个盲点。那第三个是比较可有可无，就是有些人如果没有一些减 CD 的队长，像什么凯撒、克洛伊、01之类的，
对，包括你可以经常把那个容器球水啪。哦，那我觉得破坏记忆这东西很有创意，但是同时它的怎么说？有些人可能想着你把龙科敲碎就不能用，但实际上龙科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龙科破坏之力可以在进场就直接开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在你开完两次龙科之后，它这种好像也是可以用的样子。对，只是当然你被敲碎龙科之后就不能用了，所以帮龙最大的敌人是帮龙自己。对的啊，第一关出帮龙，帮龙科敲碎我就不能开了。而且要注意的是，它帮龙本身还带减 CD， 它本身有那个什么龙跟宇宙之枪减四，按龙减六的同时。哦，还有这个破坏之力就可以玩得像悲尼湖，因为你知道悲尼湖那个时候打速刷都是进场跳龙科，对，然后就直接点下去再捡。哦，这个有什么好处？就是现在如果碰到那种第一关重置技能，哦，什么零一那些有没的，进场减 CD 都会被吃掉，可是帮龙可以现场直接打碎龙科捡回来，这也是它的优势之一。哦，然后亢奋跟全身 CD 减值，亢奋跟不会封锁重置这些东西其实蛮常用到，像亢奋之前最近很常说的什么疲惫之类的。人家用到，然后不会锁技也不行，也不错啊。全队 C 减，这也是全队 C 减十哦。全队 C 减十可以减到全部种族卡片。虽然是我觉得，对龙类有哪招 CD 超过十的吗？对，还是要拿去给眼球用，因为眼球原本 CD 十嘛。会不会干掉？哎，不会，因为应该说好像有人科普过了，就是你自己把自己击碎之后，然后你去找再去找一个巴龙，哎，那个不会死，因为它是判定你有没有装龙壳，所以。龙科不用可能是还好啊，你现在八龙这种一线顶级的机体来讲，你龙科根本就开不到，好吧？那八龙四八是没用，也不见得啊。对，八再怎么样都有个撑血跟破孤脸，不是吗？对，八怎么说？八在龙队里面一直以来都是黄金队员，只是看你这个关卡需不需要对到而已。对，因为八首先第一个它有一个全龙减一嘛，就可能减一些奇奇怪怪。因为你知道龙族再怎么样也只有减四哦。如果你今天八有 CD 5以上的东西需要带进的话，你带个八也 OK。那八本身也是龙族目前最高血啊，12000。哎，等一下，它跟毒龙谁比较多？就是蛮好奇的。我很久没有看，很久没有看过哦，没有7200啦，然后是14000多，很肥。所以我觉得八还，而且八的主动技能跟八龙本身也不冲突啊，对不对？八的主动技能是增伤加燃烧加解锁加固定连击，对。那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关卡里面你有固连，对，是没办法靠八龙地板解决的，那你可以用八哈。对，如果今天我不想打碎龙科，可是我被锁技了，你也可以用八哈。对，所以我觉得巴姆他还是可以在龙队，他还是龙队的黄金队员啊，只是因为现在龙族队长偏少，所以可能就是他可能暂时没有什么存在感。导致龙科变成零次，笑死！那个很久以前修掉，就跟以前那个什么啊，对，又是八哈，就是我们打那个什么石峰王，对，打一打，然后龙科自己回来，欸，有没有记得？本来不是龙科，是那个锁自己打开龙固连，不是龙固连很少是一回事啊，八你有用的龙固连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就是我们平常讲，就是如果你今天你的种族有没有这个解盾是一回事，你的种族有这个解盾强不强是另外一回事。有些解盾是为解而解，你知道吗？对，就我带他就是像我想一下啊，像阿绿这种感觉吧。你想想看，如果今天阿绿的主动技能很强的话，对，我就相信应该不会有人特别去靠边说你某族在带阿绿，对，是战装。可是事实是阿绿的主动技能就是。懂我意思吗？那你总结就是战装，但他就是为了那个破1.5倍血这种感觉，也只有一个工业的东西，其实都蛮呆的。可是巴姆特不止，巴姆特是带了全队的 CD 自己进场跳，加破固连，加增伤，加燃烧，加解锁。对，这个就可不是怎么说，这就不是一个功能了，这种感觉啊，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啦。我还怎么说，蛮满意巴姆特的解放的。那现在就是看，好像10月还是11月会有的新的。剩下你都去当系列，因为像道罗斯嘛，道罗斯跟巴龙本身是那个什么，也不能说感情很好啦，可是他们本身是有一点就是循环的关系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蛮期待道罗斯可以帮巴龙或是龙族补什么盲点。那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眼球，因为你知道眼球在，甚至现在，其实老实讲，眼球现在还是全世界最强的增伤。你们知道眼球那个技能有多强吗？眼球那个技能最低估算大概可以到10倍攻回加 N 种盾。什么康盾、无鼠盾，对，什么盾，或是平常解不到的固连盾之类，全部都给解光光，然后是10。哦，所以眼球那个年代是你只要缺什么东西，我先放个眼球，对，最强增伤先放进去。
这种感觉，所以我还蛮好奇眼球的解放会，对，还要解衣服，等一下本身是十倍攻回加 n 种珠量嘛，也特别是配哦，你们知道吗？眼假如这个我可以讲一个老故事，眼球一开始刚出的时候是会计算到间距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你对讲机给一个，那时候正常放天罩啊，天罩是有火间距嘛，对，所以如果我今天那个什么。那怎么说？如果我今天的间距珠跟我需要那个珠子加起来达到30颗，他就直接刹车。哦，那个好像后来被那个后来被修好了，这个好笑。啊，这是老故事啊。可是像眼球那个什么，眼球主龙剑，我觉得他应该不得不说，他可能会维持C10，你不觉得吗？因为巴龙本身那个给减10这种感觉，我觉得眼球很高几率维持C10，哎，这也算是一个还原吧。那你们想一下，如果现在要出一个C10技能，好，你们已经多久没看到C10技能了？也想想看，最近出的技能不是都最久也就是18。对，举例来说，像西斯克利夫那招不死，完全就不死，或者像细胞器，你看细胞器这么强的技能都是17而已，对不对？那你如果现在出一个这个时代出一个C10的技能，你们觉得那个技能该要有什么？我们先从全珠的二消上去延伸，你们觉得呢？如果是就是因为你知道C10可不是普通的长，欸，C10现在可能打完光打到都没跳哦，那我自己有一点想法，首先第一个是，欸，可以做成一点点，就是参入像车局或天猫这种感觉，就是你今天先点一个那个什么元素法阵上一种珠子，然后点掉那种珠子之后，那个珠子会炸掉，哦，然后掉那个珠子以外的，哦，就有点类似像之前用的丹尼兹，然后眼球的首批，哦，首批掉落你点的珠子，手皮掉了一点珠子，你不觉得就是假设我今天版面上水母光暗星，好，我点掉星，好，那我版面上就一定只剩水母光暗，好，然后剩下珠子二消嘛，然后二消消完第一波版面之后，手皮会掉全部都是星珠，好，会掉全部都是星，可能今天消全版掉30颗星，好，然后接下来是持续这个二消到你点的珠子以外的珠子，哦，没有，到30颗之类的为止，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对，这是第一个取向，就是可能变成说多了一个除外的选项。啊，然后第二个，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对有人讲到防摩天轮跟防守效，因为现在有什么全满盾或是各种复杂技能，眼球这个二消其实很容易让你就是连到一些，连到一些敌人会追击的技能，好，所以眼球那个可能可以给全队反手消加防摩天轮，因为现在这两个好像没有同时出现过吧，除了一以外。对，现在好像只有一是同时防到摩天轮加反手消，而且还要求队长。好，那要是眼球可以给一个，就是全队反手消加全队摩天轮，对，然后这样二消。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只有解这两个盾，然后是一，然后二消，然后是一十，就很奇怪。哦，橘好像有吗？我看一下，橘那个在第五季吧？我看一下，有点忘记了，偷偷看一下。噔噔，哦，有欸，橘是左龙剑，那第五季是反什么东西？哦，是连击相等哦，那拍子那代表说最近其实是对拍子，刚刚真的忘记，这种东西比较稀有，所以我觉得，对，安，还是你们觉得眼球可以怎么改？因为我觉得你在眼球上面再加一些增伤其实不太实际，因为我都已经等到C10开的时候，那个增伤早就已经爆表了，对，所以你在这种会降到，应该说大部分人眼球至少都是30-40康起跳的，对，应该不会有人眼球天天5康吧？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什么增伤上面再加一些东西不太需要，就是可以加一点破盾，对，或者像我刚刚讲直接掉一种珠，这样眼球同时可以解很多盾的同时，你还可以解到什么30珠盾，或者你可以解版面上没有的珠子之类的。固定版面也是一种，可是我觉得怎么眼球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很混乱的一个东西，你给它一个固定版面，感觉跟它的那个怎么故事之上面有出入之类的，我不知道。再加全拳，我不希望他加全肩拳，老实讲，因为首先第一个全肩拳，现在大部分的队伍都是全肩拳了，或是至少间距。第二个是现在的主动技能会给你每次加个间距之类的，那如果你今天加全肩拳，很高几率那个眼球直接撞到连开都开不下去，你懂我意思吗？对，我觉得眼球其实没有必要特别去加间距啦，就是间距其实也算是那个什么输出项的部分。对，不过如果他加了，我也不觉得意外，就是，然后加间距很容易撞啊，我觉得。对，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把破盾把他的那个总技能加一个什么不死或者减伤之类的，那个肯定中烂了。
找江浩杰，还是我们眼球来一个那个什么？对，解除场上的结界状态。对，这不是史上，对，而且眼球再也帮到巴龙了。对，眼球不是我有点忘记那故事，可是眼球不是蛮喜欢巴龙吗？就是嘿嘿巴龙，嘿嘿巴龙，就是狂热粉丝嘛。对，有没有记得那方面的故事的？嘿嘿嘿巴龙，然后他还把那个胖子给吃了。对，哎，胖子没有什么好下场，我操。对，所以你眼球的那个队伍，眼球的主动技能还是眼球有点双技，对，一招这边二消二消二消，一招这边解，好像也不错。不是啊，眼球就是巴龙的狂热粉丝嘛，那个老故事有时候有看一些。对，效益提升也可以啊，对，全珠子的效益提升之类的。对，嘿嘿嘿，巴龙。对，而且你们觉得宇宙序章的那个什么那个？其他几只会被解放，宇宙上有一些地狱级啊，对，像伊格隆纳克跟阿尔瓦萨，对，这两只在当初是超级无敌难打的，有没有记得？在那个年代啊，因为那个年代宇宙序章卡面太强，所以这一系列迎来一个膨胀。左尔鼎也可以，因为以宇宙队来讲，巴龙必须要开龙根能力才有，而且巴龙本身是降珠队长，那虽然说巴龙那个显然很难降死，就是其他宇宙队不见得。那魔族的无视卓越地形目前好像就那个谁吧，就安琪吧，还有其他人吗？对，安琪其实已经算够好用了，我不知道，要无视卓越地形我觉得也可以，可是我觉得这整的是一个附属品，懂我意思？你不可能就是主动技能多一个，这怎么说？围绕在无视卓越上面啊，应该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已。不过眼球应该第五季主动技能应该也会有一个，因为眼球自己的那个技能，对啊，二消你会疯狂的消耗版面啊，所以对魔族一件是有点想太多了啦，我觉得。有没有可能眼球今天出魔族违建？哇，这画面是不是太美啊？不敢看。常驻哦，那我先不玩了、啊，对，我先走了。敢常驻眼球是怎么？常驻眼球你是一回不想开好吗？久到不行。对，不然就是我想想看，如果现在要讲已知的宇宙序章队，对，跟魔族系列的队伍的话。眼球要补什么技能啊？除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比较梦幻的魔那个什么魔族为剑，对，以魔族来讲的话，还是我眼球也加一个那个，对，队伍中只有宇宙序章或是魔族成员时，对，生命力 1.5 倍，然后跟萨斯姆写在同一个词条。我跟你讲，那这样以后是没有人要带萨斯姆了，好惨啊！对，不见得不可能啊，对，不见得不可能啊。不是，而且我觉得最好笑的是，如果他今天跟萨斯姆写在不同的词条，你就看到以后的那个魔族队伍就是萨斯姆、眼球、德川加拿破仑，对，完了，对，有没有可能？对，因为现在说真的，现在魔族队最基本的还是缺血啦，其他部分东西其实已经没有到，就是不是刚需，除了那个什么，除了违建以外，对，我也想一张跟魔族复销、喔，也是啦，我觉得自家这种功能卡自家其实应该也是补一点的。你不觉得吗？因为魔族复销现在只有在合作，对，而且还有一个有利有弊的全歼权，所以，破数字盾，哇，对，有人这么想要剥夺，对，独一无二那个吗？眼球破数字盾其实也怎么说？因为其实二消本身你要切到规定的数字，其实算蛮难的。老实讲，还是有一种可能是眼球今天变成一消。他没有一消，魔族全歼也锁的、啊。不说，应该说有没有可能眼球今天变成一消？就是首批版面一消，对，然后再给你无视反手消、摩天轮跟数字盾，这样会不会太靠背？我说太多了，对，这样会不会要求太多？然后不得不说、啊，拿破仑虽然技能很强，可是你要知道，如果你成为魔族队友，你知道拿破仑跟一消其实有事没事很烦、欸、不得不说。所以如果今天只是想要解锁这个功能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多出一点多多益善、啊、还等安琪哦，哇！我觉得怎么说，安琪如果今天出。应该这样讲，安琪好像不是目前比较急的换啤酒吧？我感觉有更多人想要其他东西，像是大家呼声最高不就慈爱？对，聊天室有没有没有慈爱的，或是没有复制慈爱的？
对，有没有人举个手？我很多朋友都是没有那个，都是没有付之慈爱的，哈哈。对，就叫你们都打几张了，笑死。来看，我就留了，我好像留了七张。对，或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比较？你们有没有哪些比较急那种换皮角色的？对，因为我自己都有，所以我太清楚。可是我除了慈爱以外，我其实没有听到什么。像之前讲到什么顺那些也复刻啦。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换皮角色？拉姆拉斯哦，你要问小兵哎、欸，还是有没有要小老鼠小兵一下？快点、啊，小兵！有人叫你打拉普。月亮，你说月亮的一季吗？欸、其实老实讲，月亮的一季比他那个二季来讲，我觉得一季比较泛用了，真的。绿谷哦，绿谷要复刻有点啊，干，等，我刚分心了，绿谷要复刻有点难哎。对，因为毕竟绿谷本身的那个100 EP， 然后那些有的没的， 100 EP 来讲，还要配合黑边，因为绿谷本身队伍本身也是要靠黑边去充能。你没有看那个绿谷打西斯克利夫吗？就从头到尾靠那个黑边那边咻咻咻咻。而且你要想，你出绿谷的情况下，其实很高几率还会做成队长。对，可是现在有人在玩绿谷吗？好奇。对，所以这方面，而且绿谷本身的技能比较偏向加康。对，就优先度而言，我觉得还有些在排队啦。对，还有其他那个，其他大家比较想要的错过的绝版卡。有时候想玩六六鬼，哎、欸，我有一场就是想要玩一些平衡很高的队伍，笑死。拿刀小孩就是拿刀小孩就在看他要出跟谁配套，因为这种一拿刀小孩本身那个主动技能价值在于他还吸了他妹妹，他还吸了他妹妹，所以就变成说你还要特别出一。怎么说？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拿到小孩出了一个完全一样的水属性人类的复刻，可是他今天吸攻击变成吸水属性，或者假设吸人类成员，哇，那完全就是基本上已经等于说原版的上位版，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原本要配合妹妹，那如果你今天搬出去，哦，你只能靠吸他自己，或是复数的拿到小孩，因为妹妹毕竟是火魔嘛，火魔跟水人其实本身不太搭嘎，对。可是如果今天复刻了一个拿到小孩，对，然后吸攻这方面要留着嘛。对不对？然后再跟你那个，再跟你说，哎，我吸水人，对，哇，这不是挺可怕的吗？对，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吸最左边成员攻击哦。不知道，反正如果今天要复刻拿到小孩的话，肯定要跟吸攻有关嘛，我觉得很难啊。对，不然就是直接系列里面再放一只啊。像是如果我们今天，我想想看哦。对，我们今天把拿到小孩复刻成以诺，对，就复刻成以诺，然后同样的天选里面再复刻一张妹妹。对，哎，这样就是很合理的吸妹妹啦。对，以诺跟妹妹，然后一只是可能，对，两只属性种族都不一样，这种感觉，对，神经病啊！有用啊，有用啊，有用啊！算是他哎、欸，其实苍南，你这样一讲，我才想到，其实苍南算是另类的那个、欸，对，另类的那个炭治郎的模板，他只是把炭治郎的二技变成他那个组合技，对，攻击全吸过去，水火快回一消破盾，叭叭叭叭叭，对，突然有点道理了。吸功能共鸣吗？共鸣哦，你说，我看一下，我没有很清楚，因为他攻击是吸到苍壁身上，所以其实是有可以分的技能的。可是他有写不能共鸣吗？叭叭叭叭叭。
哦，不过没差，不过没差。他共鸣，当共鸣不放在攻击，好像也是啊。因为我突然想到有那个，他有特别写一条不能放在攻击，好像也是。对，经典的开路西法加艾德，对，好像也是哦。还有值次数吗？有啊有啊。因为我觉得弹射刚刚还没登。原类共鸣，你是一页书吗？我现在这种纯共鸣角很少在用到，说真的。对，因为你知道以前的共鸣不只是强增伤，还因为以前的那个破盾卡不常，欸，怎么不多？哦，特别是属攻盾，所以以前就常常发生说你，欸，我今天队伍中带的是偏光的队伍，可是如果今天出现一个什么火攻盾，哦，然后复制出去给活属性的人类攻击，这种感觉，以前的共鸣是像这种感觉。不只是大增伤的部分，对。不过现在共鸣的重点，除非你可以强到像路西法露娜一样进场跳，加完完全的常驻效果，哦，然后加超级无敌强的破盾，不然你再复刻一个人类共鸣，我觉得应该没有人特别想用，你知道吗？对，感谢 I Y A G G 34个月订阅。对，你看像暗水龙死啊，暗水龙死你水龙死没给一些破盾延长带，大部分人都是暗龙死单飞啊，所以咯。对，我觉得不太必要啦，老实讲。那不过他当然，他总是需要一些比较臭脆的卡片啊，或者放共鸣也不错了。安妮亚应该不会这么快，因为你像我记得之前有人做过一张表，现在复刻的技能都是大概两年，接近两年以上的合作了。大部分啊，对，这大部分都是两年以上合作了。对，所以像安妮亚，这个还在大概一年左右的时候，其实比较几率比较低，这种感觉。那当然还是有例外嘛，像欧鲁曼伊托嘛，欧鲁曼伊托出来复刻在小妹身上的时候，其实算蛮，好像才过一年半左右。玩啊玩，有那一年，但我说还是有一些小例外。可是怎么说？对，如果太多，像刚刚有人讲到说，可能像月亮那种技能，对，或像绿谷这种的，对，如果太多一趴在天选里面一起复刻的话，其实就蛮。对，蛮难同时出现的，因为里面总是要有一些技能，像是那个什么无敌玩家，对不对？无敌玩家那个就是有点类似为了凑数去抽的吧，我觉得，哎，凑数去出的啦，应该这样讲。对啊，当然虽然说要给一个那个天元图的玩法，就是喂。天选有复刻一趴吗？哈，你说一趴的技能吗？一趴的主动啊？嗯，对，这时候要搬出这张表了，要开始讲。想不太起来啦，不过还是要翻一下。我记得一身上好像没有什么比较有印象的。哦，对，有，哎，真嗣算吗？因为真嗣那个其实不是天，对，真嗣是超技，他严格说起来是送你，他不是抽的，他不是天选。对，我还记得那个是第一张超技吗？还是第二张？忘了，反正那个时候一堆人在抱怨。哦，是张币玩家，不是无敌玩家。完了，完了，有假面厨。对，敏锐的察觉到有人说错。然后是超技。哦，有西蒙啊，因为毕竟要那个嘛，毕竟天元突破需要一个驾驶员。对，虽然说那个西蒙那个技能复刻的好像跟没复刻一样。对，通常要的那种复刻级的技能都是有一点特别取向在的。对，像西蒙那个复刻就是，哎，我复刻一个驾驶员这种感觉。喂，关长，刚刚有人讲到安琪啊，对，安琪是魔族很优秀的防灼热、还原增伤，而且他转技能速很快。可是我觉得安琪最重要的地方其实不止这些，他是怪诞成员哦，怪诞成员那个第五件代表说他可以装，哎，他可以装弹珠哦，弹珠那些果。有没有忘记那个效果？好像什么攻击150，血量300，减轻那个，这才是安琪最大的一个用处。所以如果今天出了一个，欸，出了一个天选安琪的话，对的，他本身不能装果，本身就是一个怎么说爱手爱脚的感觉，你觉得吗？对，其实他今天除了装果以外，终于完美复刻。所以喽，不写作吗？是明天出即时吗？这么快？今天应该有点懒了，不过应该找个时间写吧。是明天出，我刚好像看到有人讲。老，这是老爸，主要是那个年代有杯迷糊或者一些
人类队长吧，人类队长就凹那个进场第一回合，后天那明天慢慢写啊，别急，对不对？今天累了。对，不过真是爸爸主攻技能就比较偏比较迷因一点，对，他在背面铺里面是负责那个的，负责挤状态用的。啊、反正蛮多的、啊，不过我觉得讲再多，我觉得大部分人的投应该说，如果官方今天举办一个天选最想要的技能的投票，对，投出来第一名的会出，然后剩下几名官方会列入考虑的话，我觉得第一名赢的应该是慈爱，因为大部分人很多人都想要那个免费的两倍攻，可是，在速刷项的话，其实我们更关注是那个压打点，懂我意思吗？那个压点只是在速刷里面可以省不少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开投票第一名应该也是慈爱啊。黑加加哦，还有黑加加星矢哦 ，OK。对，不过那个也是，哎、欸，等下黑加加星矢是天，当然它也是天选角吧，没记错，而且它的版面是怎么说？版面不是不太一样吗？它那个是绕一圈的那个版面。光源破冰嘛，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经典的？光源破冰跟暗神破弓前啊，还有什么？好像就这两个最那个。是顺吗？看你要怎么去那个吧。对，因为顺主要还是以队员像为主，但是其实明斗士那个时候的三队长，的星矢跟一辉其实都很强。对，所以看你要是怎么取向。那我觉得星矢一定是主角，那一定得是一趴，没办法。对，而且星矢雅典娜也算是现在少数进场可以拉到龙科的，就像刚刚讲到电源堂，对，星矢跟雅典娜进场可以拉到龙科，虽然只拉一半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队长不是圣斗士的话就拉不到。biu biu， 对，完了，你们讲的话让员工听到了，员工现在想说，哎呀，来呀、啊，看我下一次怎么。怎么出一个天运凯来搞死你们？这种感觉。不过依照排程来讲，下一个应该会是，应该快要接合作吧？对，下一个还会是接天选吗？其实，哦，完了，好像点太近了。又来了，看，有点太近了，天哪！完了，收人命了。你是神族敌人 ，OK？ 七，快走！哎，人老了，人真的老了。对，想当年我拉上去，咻咻咻咻，好，三火石就随便转都有。对，现在啊，这边黑我听不到，对，这种感觉。我想听不下去，不是、啊，我就不知道啊。对，我平常不会特别去那个啊。一转主角是怎么说？主要是怎么说？如果你今天带的是火的一转主角，上面火柱台就可能切不开；如果你今天带的不是火的一转主角，的话，你上面没办法很方便拉十字，所以我这边选的还是普通的主角啊。打单一转主角，其实刚刚应该会比较那个，比较有机会救回来。打不过干，一开始压根就不该转歪，好吗？不是、啊，我平常不会特别去问官方说，这怎么下一个合作是什么东西啊之类的。对，还是要保留一点惊喜感，还是说官方先对员工现在愿意跟我讲吗？对，我现在直接讲出来，然后明天我就被编了。对，虽然说一天到晚有那个拆包啦，不过我觉得，对，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那种，就是
哎、欸，什么时候跟谁宣布合作？哇，这种感觉，你不觉得吗？对啊，不过还是很多人会想要这个吧？对，会想要早一点知道。哦，好希望可以早点知道。是啥、啊？全家的海盐地瓜条，我记得我几百年前好像推荐过，还蛮不错吃，而且蛮便宜的吧？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什么买一送一的优惠，就是一包才大概20左右，也蛮好吃的。对，在这边工商一样。买一下可以啊，可以啊。应该说这东西主要是主打经济实惠的。你要知道什么好吃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还蛮普通的。对，主要是它很这种东西很容易就是买一送一这种感觉。好啦，好，需要离手。黑金龙。血量会更高、欸、其实我觉得黑金龙有没有可能就是走一个反方向，对，队伍中龙类成员的血量 0.5、欸、以前有出过这种队长啊，对，那个赫拉拉有没有玩过，对，就把自己血量倒扣的队长，有没有可能，因为龙族我们现在对他的刻板印象就是他的血量非常非常非常高，对不对？可是他如果今天龙黑金，因为龙黑金是那种比较代表黑金卡片，那种比较代表的卡片嘛，对，他如果今天走一个反向，就龙族黑金的那个机体非常非常非常强，对，可他的血量 倒扣，对，然后被倒扣越多少血量输出还是什么东西越高，这种感觉，我倒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啊。你们觉得呢？对，恢复力超高的龙黑金，然后血量可能2000，不然就是你不想用啊？干嘛会被？不是，应该说，不然我们两种玩法嘛。他进场的时候是正常的龙类血量，可是他有一招主动技能是把自身队伍的血量全部扣到可能剩10%，就血量最大值扣到10%，并将其什么加入护盾之类的，就变另外一种玩法，就切形态嘛。对，现在龙族不是有时候也是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对，形态就变了。然后走护盾，然后护盾给那种强护盾嘛，对，因为有些时候你那个血量再怎么多，碰到一些技能就会出事。那你给强护盾，那个护盾可能可以就是可以挡必死的攻击嘛，像大家经常给的之类的吧。啊，我真的觉得可以就是来一个那个什么啊，对，就是可以来一个完完全极端反向的龙族队长，而且刚好有龙黑金这个机会啊，啊在。血衣神变少没有，我指的是更极端的变少。七分一血血变少，只变少一点点而已，也不是一点点的，应该说一小段。可是我指的是极端，是它本身直接把你血量倒扣。因为七分变少的原因是因为它是1.8变1.5，哦，它只是增幅变少了。可是如果你今天血量直接变成全部的龙类成员血量0.5倍，得直接给你砍一半，得直接倒，怎么说倒过来扣？你不觉得这很酷吗？雷亮是有没有说法？打不过，真的应该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这样玩的话，应该还是要确保一些原本龙类的，就像我刚刚讲，可能可以切形态，原本还是一个多血的龙族，哦，可是可能可以换玩法。另外就是它本身的血量不能太少，它还是得是一张龙类的卡片。这样借出去其他队伍或是龙队的时候才可以有他自己的那个啦用处。如果你今天为了设计这个东西，把他血量设计成2000，对，然后主动技能全部给他拿去压血，对，扣血量，那就有一点本末倒置，我觉得。
直接偷跑，我不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讲，哎、欸，怎么跟很久的观众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好吧？都知道，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平常对这些东西我不会特别去问，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你要跟我讲，我可以，可是我不会，就是很好奇新的技能是什么，懂我意思吗？不要血量，你说经常直接是一杠一，然后是哎，其实不错哎，对背水一战的玩法，你不觉得吗？对，现在好像也没出过这种队长，就是真的只要你到一个情况下。你就直接，因为以前你知道，以前我们的那压血队是直接开三路，然后直接冲。我今天被打之后，算我输了，因为直接死了。对，现在队长都是给太多那个怎么说容错率嘛，就如果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还可以补回来。像阿图姆，对阿图姆弹的那个无敌护盾，虽然只有五次，可是他是金护盾，然后他也可以靠金字塔去补。对，然后他那个什么，本身队伍本身给的机体跟回复力跟血量那些都很强，懂我意思吗？那如果今天真的出一个自杀型的队长？对，有人有兴趣，就是可能血量超级超级超级低，然后是可能回复率是零，或是刚刚讲到的可能你护盾归零直接死。对，可是他的那个解盾，或是他的玩法，或是他的那个什么什么强度非常非常高。对，有人会想要玩的。对，就有点梦回最早以前那个压血压完血开三屋，因为以前的三屋是不能随时关的，所以以前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你跟今天打个十二攻超级，哦，路上碰到一个弓弦盾的蜥蜴啊，对，人命直接出来啊，三屋不能随时关，就是类似这种感觉啊。有人有兴趣的？啊，但是变成说，你设计这个开始，你的那个强度又要很难把控，因为你今天如果给了这么大的风险，然后强度没有到的话，对不对？可是你今天给太强，然后全部人就从头到尾不会被打，对，哇，这个队长要无敌啊，早、啊、就很难设计了，我觉得。走，慢慢来啊，也不急。扣血转成攻击，当时我说刚刚那个跟暗龙黑金就可以这样玩啊，对，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扣的血转成攻击力，对，然后加入全队攻击，然后我们再开暗龙石，对，直接把它当直接把它当零一加入去玩再玩，对，有必要。对啊，所以我说我很期待暗龙黑金可以搞出一点，可以整一点活啦，对，毕竟人家都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龙黑金的名额了，对，当然是要反其道啊，反其道而行啊，你们说是吧？对，可是如果到时候真的出成这样，请到时候如果真的出成这样，然后还要被干的话，请不要干我，好吧？这个我只是在闲聊。全阶武则天，全阶武则天还有一段距离吧，几百年后。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原本一开始第一个扣自己血量的赫拉就是魔族队长啊。西敌方攻击哦，哎、欸，我觉得不太稳定，就是因为你知道西敌方攻击这东西，你要首先第一个他血层之上可能会判定上困难，第二个是敌方攻击其实参差不齐，你知道西敌方攻击有那种就是无敌高的，对，也有那种无敌低的，像什么100之类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你今天路上那个敌方攻击不等的话，你这个队伍本身的幅度影响幅度会太大，你知道？所以现在西敌方攻击大部分都是主攻技能，对，像什么附近大人搬蚁王之类这些的，懂我意思啊？对，就是你随时想随时决定要不要开，不然如果你今天被动就是依照敌方的攻击攻击的话，那如果你今天碰在顾问会有100%，你不是等死？哎，攻击是100，很难啊！我觉得这种看敌方脸色吃饭的，先不论他强不强，他本身的。设计上就很有争议了，我觉得。不过要这样出也不是不行吧？你看到怎么设计啊？呜！
噗噗噗。要感谢异界第34个月确定，呜！你太晚啦，我们已经聊完巴龙啦。吃地方，哎、欸，我觉得，哎、欸，其实你不觉得，如果眼球今天做成说把队伍成员给吃了，对，吞并的部分，然后眼球变成超大一只，因为眼球自己本来就是很爱吃，你不觉得吗？眼球那个队伍机做成把队伍中剩下的女生全吃了，然后可能几倍加进自己三维机，就变成一只，哦，对，天元突破。帮我偏向组无数吗？我，你要问我，因为我本身是比较喜欢速刷关卡，或是打关卡更方便一点。所以我的巴龙基本上我会绑，哎、欸，我还是会习惯带暗龙使，因为暗龙使本身有带破盾，它可以压打点之类的。而且它是暗龙，暗龙进场的话跳起来速度比较那个比较快。对，而且在一些暗龙本身那个技能互惠的效益比较好。对，可是巴龙组无数的话，所以那个太久，你知道吗？因为巴龙你今天组无数，你开个巴龙你要降几次啊？水火木光暗，水火木光暗，水火木光暗。对，这第一个太久，那第二个就变成说你那个什么五个属性，如果你真的要组的话，其实每个属性的龙族只有那几只能用，你懂我意思吗？等一下看水龙，你现在能找到最强的就是什么？像长臂吧，对，还有谁？对，龙族基因群其实大部分都集中在暗吧，其实暗龙基因群算比较多了，或者说目前能用的功能角就那几只嘛，对，不然就火嘛，火有科魂，有八有赤章啊，那种感觉。暗龙经常是减10，它两个是跟拿破仑一样，拿破仑是什么火龙兽减4，然后魔族减4，这两个会互减的，哎、欸，会互叠。打暴龙速度要压属性啊，所以像我刚刚有组一个就是月挑战的配置，给你们看一下啊。哦、哇，好期待啊！明天中午12点。而且我觉得巴龙的速刷其实它是一种另外一种感觉，就是你速刷有分最快的，也有分最舒服的。哦，那虽然说现在有01啊，现在有01不准，因为01永远都是最快。你知道01出到现在正攻关卡还没输过，就是01出到现在正攻关卡还没输过。可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偏无脑的配置，就举例子像拿破仑那种吧，就每回你可能拉个角色桌，然后拿地板去砸，然后用队伍本身的主动技能或是被动破盾。就拿破仑今天可能打关卡是大概第四、第五名的速度，哦，跟他最舒服。那我觉得巴龙的速度，我们先不讲01啦，他打赢，他拿到真的速度榜第一名的话，还是怎么说？要看情况。可是巴龙在舒服上，如果他今天可以速刷关卡，他舒服度绝对不输其他人。你知道，巴龙就是每回就点一个巴龙，然后板面滑过去，咻咻咻，对，暗龙是一只啪，对，他的进场全跳，还有极致龙科，然后血量又这么多。对，所以我觉得巴龙在舒适度上的速刷肯定是非常非常前，什么非常非常前段班这种感觉。完了，光龙好可怜。对，木龙好像也不错，木龙有毒龙，有送货员，有那两只铲一坨阿古板面的东东之类的吧。对，像我这个就是这个都是月，这个就是明天简简之后我要打月食。对，月食速刷我对这个蛮有信心，因为从头到尾就是疯狂开巴龙，那剑城有。怎么？剑城有稍微带过一点输出，平砍大概在就单开巴龙，平砍大概在2000多亿哦，足够干掉月池所有东西了，除了伪王以外。福利多要练两张，福利多是谁？你说他就福利多一只够了吧？不是、啊，你玩龙的，你问我，我觉得这种他这张卡片的珠量效益非常非常可观，对，还带破盾有没有？可是你首先第一个，你这个按下去，你这超技你练两只，你觉得就是会累死？第一个，这个就是这种功能卡片技能其实不会需要第二个啦，因为巴龙毕竟还是有自产珠的，我带这个主要是破无鼠盾跟破食物水用，而且它是暗龙，这开始左一团正常，我就这样开啊，对，左边一坨暗，然后我一扛，哦下去，然后左边就只会降一次，因为你知道巴龙对两技不是会掉哦，欸，每一手批消除一组会掉两颗哦头尾啦，对，所以左边就是下去15暗，然后再掉6颗暗就结束了，我右边完全切开，对，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三只暗龙放在一起，对，暗龙水就是压打点嘛，经典压打点，大概这样。对，这每天打月食，然后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巴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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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后面发现速度不够，直接把龙哥打碎啊！然后拿个亢奋，你要知道，这对现在一个巴龙下去已经可以有2000多亿的输出了，一只暗龙死了。对，明天实际上打起来应该会灌更多，我觉得。好嘞。对，所以我觉得巴龙在舒适度上的速刷肯定是非常强的，比起而且大部分时候你看01在速刷，其实大部分时候你还是得转一下，就是你肯定在原地绕一圈哦，或者你今天可能要切开切4组之类的哦，那个就是不太一样。
就是我都带不带？平常肯定是带，就是更正常更高的武装。可是我现在我要打月挑战啊，对，月挑战有腐化龙科、啊，对不对？腐化龙科就很重要啊，没办法，因为这关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三十目，如果没有那个三十目的腐化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哎，我觉得就不就可以带自己的武装，因为腐化龙科零增伤啊，腐化龙科是什么？发动技能 1.5 倍，我说。对，减斯蒂也没用，反正1.5倍对他零增伤啊，所以喽。因为变成雷奈克啊，没有，我怎么他要变身？可是我这个是当初在测攻击力的，还是要带。哇，感谢玉师提醒我，因为我当初在测进去之后攻击力多高，所以我就随便组了一堆黑金武装那边点。对，上面要变身是变那个第九关哪一起状态用的？再来讲。就讲的，我跟你讲，我明天肯定之前进去，发现啊，干什么不能变身？啊，不过我觉得八龙解放。我其实我自己其实蛮奇，我蛮喜欢这个造型的，懂我意思吗？我蛮喜欢这个西装，就是他给你一种就是那种宇宙大总裁，对，霸道总裁这种感觉。对，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造型的，可是他就是怎么说，解放之后他会补这个造型吗？对，如果他到时候解放之后补这个造型的话，他会跟原本搞混了，因为他毕竟不是异转。好可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造型。70秒吗？我1分13之类的吧。印象中一分十几，对啊，有没有聊天室有没有很喜欢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造型最好笑什么？是很多人想要，可是它很难拿。这个造型好像什么星斗猪盘的哪一关给的？然后是火狗那一关吧？就它取的难度其实算比较高的那种。而且你知道这个造型好像也比较三个好像也高一圈，你看它三个好像高一点点。你看它是原本是5337、1977、148。啊，你换原来的样子就是5298、1932、138，这个造型还高一级。牛了，不可能啊！那个牛火光是敲晕他那个 FIBA 都快过了。哦，然后讲到这个，你们知道我八龙只有四张，我八龙非常确定我应该至少有好几十张，可是我应该卖光光。八龙只有四张，你知道它只有1、2、3就没了，然后五星的一张。对，所以我明天很高兴，我还要再去抽一只八龙，然后。除了八龙以外，我还要卡车现在开跨人就开了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那个什么，我没有乌波，你知道吗？我乌波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反手卖掉，我甚至有开图鉴，也给你们看一下，我没有乌波，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笑，我还要跳去抽，该死，不是你啊，再来这，对，哭啊，所以我还去，八龙是20保底还是30保？干神经病啊！是抽这个东西，现在开了、哦，真的耶。会送吗？我是没有那么信。我还没抽这个耶，还是买抽这个。不是我百分之120个预知确定，我至少有5、6张以上八了，我一定是哪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把它卖掉了，懂我意思吗？对，听说这个可以抽到各种奇怪的岩漆，对，然后有些人说什么基岩会多几张，可是我觉得基岩这个主动技能其实不太，他已经多给你一张，那基岩其实不需要第三张以上，所以抽到基岩反而没什么特别的。对，我们再怎么赌啊？出黑金岩漆吗？对，怎么赌？怎么赌？水火黑金岩漆，光暗天选岩漆。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好不好？我们分三个选项。好久没开赌盘了，也不知道这里面一狗票全都黑了，不是吗？对，所以我们就这样那个嘛，这样选嘛。总监我说不用啊，就八抽啊，八抽能有什么金魄？而且里面还有些不能卖金魄。八抽，对，水火石，对，水火石之后黑金眼。对，光暗天选银眼，然后你抽了，好啦，这是那个选项，给你们5分钟。好，我先出去，我有八抽，我看一下，8次 ，OK， 然后确定一下。对，那如果两个同时出现，算谁赢啊？水火石头黑金眼比较贵吧？对，水火石头黑金眼是200颗，天选黑金眼是。那个，对，所以如果今天水火石头黑金眼跟
跟天选黑金眼一起出的话，对，我们水火眼算赢。没有一百二十，不是你要比一百二十，那现在光影现在只要五十哎，你不能这样比啊，对不对？现在光影现在只要五十颗就可以直接买，而且还是直购价哎。对，来同学，对，当初哎，虽然当初没有那个，不过我当初一抽还是五颗啊。啊，我去拿饮料，对，赶紧投。不然我想喝养乐多，不知道为什么。等一下还要抽，还要抽巫波跟巴龙。呀，巫波是没有什么好担心啊，巫波肯定是一堆，可是巴龙肯定是哇。阿里还是有没有人抽到那个啊？有没有人抽到黑金啊？就是水火跟光暗眼，有没有人抽到？反正我跟你讲，我肯定应该是有，我肯定应该是抽很多只，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把它掉到哪里去。我大头子也蛮多，我大头子应该有五张吧，然后大头子有五张，刚刚好 ，OK。然后卖到不知道哪里去。我想说，不是啊，他那个券是送的嘛，那个券是送的啊，所以肯定会有人抽啊。满记了没？我今天好像刷蛮多层。还没买，救命啊！三十号，你说那个水火炎呢、啊？老炎现在绝版啦、啊！先不说自己用不用得到，这种绝版的东西大家都想要啊。对，我觉得光炎其实基本上之后其实很难出比这两张还要更强的上位版啊，所以我觉得光炎是比较重要。对，光影系我们就先不提，暗影系主要是它的那个 CD 短的破功前，它还可以追打一些有没的，其实蛮重要。而且它伤害非常非常高，它也是八星。需要两张吗？看你会不会想要玩双光眼吧。应该说，如果你双光眼、欸，如果你想要两张光眼，有两个取向，一个是你想要玩一个队伍中同时两张光眼在那互减，一个是你今天想要玩那个什么。多对战，因为多对战的卡片不能重复嘛，不同队不能重复，所以你今天可以一个队伍放七星光眼，一个队伍放八星光眼，这种感觉，两种不同的看法。而且重点是光眼的两个技能不一样，欸，一个光眼是炸普珠，一个光眼是炸神族强化，对，有利有弊吧，我觉得。对，可是我觉得这东西既然是一个很独一无二的玩法，然后要绝版，我觉得还是换下来比较好吧。火炎呢？火炎倒没有什么特别，老实讲，因为说火炎技能现在其实也是蛮特殊，它是 CD 6的两倍增伤加产星珠，可是怎么产星珠其实很容易被那个啦，它不像光炎一样有那个特别的减 CD 替代性，所以，然后讲这个就不得不吐槽，火炎改了好像四次，到最后还是两倍，怎么改都是两倍，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啦，不是就是火炎一开始从会减回复力。变成不会减回复力，然后可以随时关，变成可以产星珠，然后怎么说有神珠珠之类，然后变成现在可以随时关，然后产三排星珠，还是两倍，这不可能都是两倍，我不知道为什么，好惨啊！好啦，我们准备来抽啦。对，我想看，我好像水火炎也没有各三张，欸，各五张的样子。我水炎几张啊？一二三。
但我觉得水应该是被我分光光，我火影五章啊，对，水应该是被我分光光了，好惨。好，那我们等一下来个水岩啊，对，来个水岩，你们觉得如何？对，这个是到什么岩系卡是到什么时候啊？到10月1号，对，看一下手表，其实我根本没带手表。拿着来补股票，股票要2000多哎，2000多股币，哎。好啦，要开始啦！我的回合，我看一下哦。哎、欸，你超烂占81%的，谢谢你哦，周琦。他啊哦，哎、欸、不对，不会亮，不，这是他小了。哎、欸，他会给这个超级演戏，什么鬼、啊？不会亮。完了，你超烂赢了。对，也是。哎、欸，我跟你讲，这那个时候，那个这在那个时候是一线的人类，一线的光人队长，那是在那个时候超难玩，可是他也蛮强的，不得不说。他全部条件达成有多少？196倍、欸。对，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最强最强的幽助之类的也多少50几倍十倍率。对，吓死人，196倍，可是很难玩，真的。我劝你是不要小看他，而且那个时候的武装普遍没颜秒，你知道5秒钟转那个 U 有多难？哎，太可惜了。感觉要不要为了这个就凑5个水岩啊？天哪，这个解放这一转好像也没有说很贵，因为我有101只蛇，我有101只蛇哎、欸。哦，讲这个，你们有没有人主角一转？哎、欸，应该是你们主角一转是吃什么？是吃素材，还是吃二星主角，还是吃蛇？你知道我是吃完蛇之后，看到有人说，哎、欸，你可以去抽二星主角一转啊。然后我说，哦，是哦，对，就是我是先用蛇一转，可是知道可以用二星主角一转之后，我还不会后悔，因为我蛇实在太多，你知道，就是我真的是懒得去抽二星主角，就是完全不会后悔。可是如果今天是用解放那个素材，我就觉得很后悔。好啦，那我们是不是该来跟巴龙革命啦？等一下哦，来，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要拉几抽？要拉几抽？巴龙，我是真的害怕。我跟你讲，如果我等一下抽了，假设5抽抽到巴龙了，可是没有巫婆的话，我是真的不敢再抽，因为我怕我真的是明天那一张卷会抽到巫婆，你懂我意思吧？明天那张卷抽到巴龙，我是不期待，可是抽到巫婆，我觉得。几率还是颇高的。欸、怎么赌？怎么赌？我想想。啊，不然这样好了，巴龙先出还是巫婆先出？对，最简单的赌法。对。我们就分了2派嘛，南北朝鲜要达成共识。对，巴龙现在是巫婆先。还是我们要加一个选项，巴龙 win 跟巫婆 win， 跟巫婆赢了，但是我最后保底，对不对？没有，如果一轮都没有，那就是巴龙赢啊，对不对？那说不，你不是我要巴龙啊，我要巴龙啊，对，巴龙比较重要，懂我意思吗？对，所以我们三个选项嘛，你帮我抓一下有没有虫八诶、欸、一轮嘛，然后巴龙先还是巫婆先，然后有巴龙赢跟诶、欸、怎么说？应该说如果今天10抽2只都有，那我为什么要抄保底？你懂我意思吗？对，我肯定是先达成两个选项达成我就停下来。但是巴龙，对，好，你们帮我看一下这选项有没有互斥的部分。对，我没有拉一轮。如果今天提早两只都出了，我就直接走了。然后我们结算1或2。可是如果今天巴龙第三的时候才出，对不对？巴龙第三的时候才出，然后前面有出现过巫婆的话，那就是第三个选项赢哦。好，2件事下赌盘啊，下好离手、哦。
但我也在想，不是，我跟你讲，我一定有五只，我一定有五只，一定是被我卖掉。我完全不相信，我不可能没有五只巴龙。我讲，以我这个抽数，我不可能没有五只巴龙，你知道，我一定是被我卖掉。我跟你讲，一定是哪一天我觉得我自己数学很好，哎，我这边有六只巴龙啊，对，那如果我今天要组一队要五只巴龙，对，于是我卖掉两只，对，六减二等于五啊，对，然后就现在这个情况了。对，我肯定是有一天数学特别好，然后就变成这样，我一定超过五只巴龙，我跟你讲，不可能，我不可能没有五只巴龙。哎，复原不是、啊、一样的意思，我还是得抽巫婆啊，然后干脆就顺便捞了。不是、啊、你客服要求复原，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好笑，就客服跟你说，哎，那个，抽出你好啊，你要复原什么东西，这很好笑。那第二个是说，就是我觉得可以用给更值得去复原的东西呢、啊。但是就没有推啊，第十一章没有推，我觉得留在十一挺好的。也很懒，所以不是啊，这些是就十一代表什么？代表说我还有一堆石头可以挖。对，那个好像只有一次机会，印象中啦。对，应该说我也不确定有没有人要过一次之后再要第二次。是啊，不是、欸、那个客服那张卡片好，客服的复原好像是要求你至少要拥有那张卡片。我是说那关是连过都没过，是吗？对，然后我从来没有拥有过，所以我觉得应该不包含在那里面。好啦，走起。但是我先说，如果我等一下我出了八龙，我就会先停了。就如果今天出了八龙，我会先停，因为反正这样是八龙赢嘛。对，这是八龙赢。如果今天出了八龙没有巫婆，我就直接停，因为搞不好明天会拉巫婆。好啦，再来一，再来一。我们一抽一抽慢慢拉啦，好吧？我是练石头。东西，宇宙隧道好像会喷烟，对不对？它会，哇，有点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那个、啊、有那个大奖特效的？我记得我们以前怎么说科普这个问题？哇，这个不是出场即加倍的吗？哎、欸，哎、欸，等不对，这是阿布霍斯，干，我永远记得这个脸，这是阿布霍斯布。噔，哎、欸、哎、欸，会亮、欸，他没有喷烟哎、欸，他没有喷烟哎，刚刚，感到我说一堆了啦，战果是战果吗？哎、欸，可是我。我印象中宇宙会喷烟啊，他刚刚没有喷哎、欸，不是啊，我刚刚没看到什么，他刚刚只有睁眼一下而已，你看他就这样而已啊。等一下，所以二奖特效到底是什么？你们刚有看懂吗？二奖特效到底是什么？哦，喷烟只有八龙而已哦，所以二奖，哎、欸，那个时候二奖是没有特效的，真的假的？对，其实蛮合理的，因为也只有八龙会噗。对不对？其他人都不会噗。好啊，没关系啊，左一个右一个，那现在该来了吧？对，左右护法都来了。啊！不不，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赌牌还没结束。可是一号帮应该已经死了，我看一下。哇，一号帮死了。好啦，原巫婆长这个样子。一号班可是三号班还有觉得赢，来喽！八五几率多少？2.5。哇，好亮！完了，我会因为这个抽到十张道罗斯，我要哭了。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几率本来就不低，你知道这个几率两张，哎、欸，我中大奖的几率是大概。四分之一耶，接近四分之一耶，对，他们是10+10+2.5吗？你看，等一下几张？哇，对，巫婆两分。还有谁没出？我还没看到一波。哎、欸，其实一波有没有狂开一波打速刷的说法？对，一波有三倍加两排、欸。
来个一波吧，来个一波吧，对，来点一波复制人。五波四分，天哪！哦，感谢感谢兜里的揪团安安，他刚好来到我们这边最精彩的环节。哎、欸，他是会那个、啊，他是会嘟嘟嘟嘟嘟，然后那个突然闭眼。哎、欸，我这里来着，我出去看一下背包。我只抽到这几只，是不是？哇，你看多整齐呀、啊，好整齐哦，除了一个眼球以外，对吧？所以五波应该是没那么难抽了，真是。确实，这是大家抽旧卡。你看，你看，他就突然那个抖一抖，然后闭起来 ，OK。就是你，有点脏。我要八，不是，我要讲一个感觉兜里的第32个兄弟。我要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应该有五张以上八龙，因为我要练复制人，八龙这样解放。结果我刚刚看，我只有四张，然后我想说我。120%确定我有五张以上八龙，我觉得应该是哪一天我数学很好哦。啊，我背包里面有六张八龙，对不对？然后我想要留五张复制人嘛，对，那我这边卖掉两张嘛，对，6减2等于5嘛，对，好，所以现在只剩下四张了。这肯定是哪一天那个什么，哪一天数学特别好，所以剩下四张，有够烦的。你看、啊、这个二奖特效是怎样？哦，那一波呢？是一波还有那个谁啊？不是有那个什么一？不是一，那是光的，有一只光的那个眼球二号也没有出现呢。对，加塔诺托亚，对他也没有出现。哎、欸，我真的是这场才1、2、3、4、5、6、7、8张，我只抽到5种哎。哎、欸，有了，有一波，有一波哦。对，有了，那看是巴龙还是加拉诺亚先出哦。官方讲的话，我大罗斯刚刚已经抽了3张，还是4张了。完了，完了，三号八有没有救啊？哎、欸，真的，我会不会抽完一轮没有抽到？这是什么刀剑池是不是？抽完一轮缺一张小奖，一轮这第一轮而已，我不会在那边抽，我只需要一张八龙 OK。哎、欸，完了，刀剑梦回刀剑神域。哎、欸，我五波六张哎、欸，好扯、喔。亚美咯，亚美咯。快喷啊！快喷啊！7张，五波7票，好，五波7票。真的，我真的要缺一只嘞！干，加拿诺多亚解放，因为你知道加拿诺多亚技能是宇宙里面也是少数有用的，它是光属性成员的那个直排，它是扣血，然后光属性直排转一坨拉滚的光珠出来。对，所以搞不好其实。也有可能有，我这个几张啊？9张。好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完了。对，暗属性大奖，然后火属性二奖，对不对？然后一轮抽下来没有那个，哎、欸，几张了？9张，完了，凑10吗？宇宙当然有可能是，可是哎、欸，应该说大小犬还带一个解锁功能了。宇宙已经有解锁，所以它应该会就是，哇，三分之一嘞！我抽超过1/3的是巫婆哎，我看是零哎，0到10哎，因为保底有吧？我记得保底不是阿土伯那个时候之后就开始，就 CF 就有了。哇，11！敢当谁跟我说巫婆抽不到的？哦，来了来了，会不会输赢就看这一抽？哇哇！
降头弹有没有啊？哎、欸，好屌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哇，三号帮赢嘞，赢了三号，二号帮空欢喜一场。完了，刀剑神域，就是一轮只有一张一趴，然后还没有抽几个小奖。太神了、啊！而且三号方人居然比较多哎、欸，到底，哎、欸，什么东西啊？你们看我到底，你看过去一片蓝，到我破十一张啊！哎、欸，我抽29抽，因为保底嘛，我抽29抽有11张，哎、欸，什么鬼东西？然后剩下一票都是这个也是9张啊，然后还没有那个、欸，而且我发现我后面只有出一张眼球，我后20抽只有一张大奖哎、欸。还没有加卡，好屌，好屌，好啦，认命了。我跟你讲，我明天打完那个什么，打完那个挑战关卡，出加诺亚，可以吧？就再来一张八龙，我就气死。如果明天打完挑战关卡，然后再来一张八龙，我就直接气死。好了，喷喽，要喷喽，喷喽，我再示范一次哦。哇，亮了耶！哇，捧读，好，赶快去下载，赶快去下载，免得到时候卖掉。我眼球也是好几颗了，我看一下，对，还有链子给，好可爱啊！赶快下载。啊，还有什么要留？道罗斯有需要特别留下吗？道罗斯一堆呢，加九留好了，大奖都先留下來，然后销量全卖。上面选一张 AB 一整，这样东西我自己有了，我自己原本就有一张，可是，对，没有任何一张是真的傻眼、欸，真的，一张都没有是真的很傻眼、欸、不行、啊，股币要留给那个的、啊，要留给下一张黑金用的。好啦，差不多啦，我们期待明天八王解放啊！不要把乌波先加这，乌波先加这，乌波，哎、欸，等下乌波是龙，对，阿波这才是兽。好啦，11张看到没？然后一波我原本就有练在这儿，那我们留一张好了，留个两张，呵呵，啊，然后还有什么？干，没有加东西还是什么鬼？哦，是12点啊，这是啊，还没睡觉之前都算那个嘛，对，还都算今天嘛。好啦，那我们就请各位一家子，我看一下。对，老样子、啊，木棉花又在播一拳超人，他又在播，他已经播了好几天了。什么鬼啊？刚刚是谁说要乌波的？对不对？十一张是什么小？派对动物吗？哈？去木棉花，去木棉花。派对动物仔啊！讲到这个，前几天那个Nintendo Direct，我有看，我还蛮期待有一个很像 Fall Guys 玩法的。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可是有一个很像 Fall Guys 玩法的东西，好像是叫什么 Quiz 之类的。对，然后还有那个千年之本，我跟你讲，那个纸马千年之本是很经典的一款。Party Animal 没，好像有听过这款游戏，那再看看吧。对，我最近挺提不起劲的。对，好像听，这是很旧的游戏了吧？对，感觉这已经出一段时间。哦，这九哎是新的吗？应该说它之前是什么测试版之类的吗？哦，有，我现在打开 Steam 一开始就看到哎、欸、，OK。我研究一下好了，预购猛兽派对，猛兽派对豪华版 ，OK， 什么翻译？啊，你知道我的 Steam 跟我说，跟以下玩过的游戏相似，然后是 Among Us， 你搞到这款游戏有这么血腥是吗？看起来就蛮好玩啊。辛苦了 ，OK， 谢谢。好啦，那明天中午就期待我们的八龙解放啦，对不对？我奶奶打月挑战，木棉花没有啊？每次都还是丢木棉花，对不对？不。